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蓝浩。每一次科技的革命性的进步，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着极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新材料的突破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让我们走进它，一探究竟。 我身旁的这辆车呢，就安装了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那么您知道它安装在哪里了吗？就是这块超大超透的车顶天幕上。来，快让我们感受一下吧。视野很开阔，但是阳光有一些刺眼。您知道吗？太阳直射地球的功率呢是每平方米1300瓦左右。此时如果走进车内，再被太阳直射，就会又晒又刺眼。 安装了这块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的天幕，就可以根据外部的光线自动调光。我们现在调暗天幕试一试。现在天幕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而且我们发现通过这块天幕呢，我们可以直视太阳，一点都不觉得刺眼，就像是戴了墨镜一样。不过口说无凭，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 来对比车内和车外的太阳强度、温度和紫外线强度，我们让数据说话。室外的一个红外线强度呢，大概是450瓦每平方米，而紫外线强度呢，大概是8瓦每平方米。现在的太阳光强度大概是14万勒克斯，红外线的一个强度呢，大概是0.5瓦每平方米，然后呢，紫外线强度呢，现在是接近于零。 现在车内的光照强度呢，大概只有380勒克斯，这个太阳已经完全可以直视了。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是一种通过电化学反应实现对光子可控的固态电致变色材料。你看，这是个玻璃的分解图，它的上面和下面是玻力，那中间的这7层材料呢，是智能调光薄膜。那这2层材料呢，分别是它的柔性基底。 那与其相连接的是我们的透明导电层，涂布在其上面的呢，是我们的电致变色材料和我们的离子存储材料。那这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全固态电解质。当我们给这个电致变色薄膜通电的情况下，离子会在电致变色层和我们的离子存储层之间自由的穿梭和交换，从而实现了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这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玻璃从一个普通玻璃变成了一个智能调光玻璃。 实现了对光的有效控制，这起到了一个防晒和隔热的功能。除了汽车领域之外呢，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在建筑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将为绿色建筑的节能减排发挥重要作用。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便携式饮水机，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 喜欢外出旅游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想喝热水却不敢使用酒店的烧水壶，只能苦苦忍耐？别担心，我知道有一款便携式饮水机可以帮你轻松解决这一难题。便携式饮水机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只需3步：1，将转接头旋转连接矿泉水瓶。 2，将矿泉水瓶倒装入进水口。3，长按2秒解除铜锁。现在我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吧。这台饮水机的加热速度非常快，仅需3秒。
即可让你喝到热水。其小巧便携式的设计适合办公、旅行、出差等多场景使用。新科技，智能健身教练。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宋雨琦。很多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我的健身计划经常被打断。可是，一位智能化的健身教练的出现，让我在家也能得到指导。精准完成一个个健身动作，还能帮助我制定符合自身体质的运动计划。只需要一台电视、一个跳舞毯、一个运动手环，它就能指导我们完成拳击、瑜伽、健身操、普拉提等十几种健身运动。那么，它是如何感知到我们的运动状况，并判断我们的动作是否准确呢？这个小盒子上的摄像头就是智能健身教练的眼睛，在我们运动时，它会将我们的动作实时捕捉，并拆分成23个点位。运用动作捕捉引擎，将这些点位进行计算与分析后，在它的大脑中与标准动作进行比对，然后针对我们运动中不到位的动作提出建议。在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一些健身新手运动量经常超标，轻者会导致第二天早晨肌肉酸痛，重者则会因为运动量过大而导致肌肉拉伤。那么，智能健身教练如何让我们科学有效、循序渐进地锻炼身体呢？如果说小盒子上的摄像头是智能健身教练的眼睛，那么运动手环就是它了解我们身体状态的感知系统。它背面的磁吸接口配备有光学传感器，支持心率、血氧等身体数据测试，让我们可以实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我们的运动超出身体承受范围时，智能健身教练就会对我们发出报警，从而让我们科学健身。除此之外，我们的智能健身教练还精通拳击教学。当我们对着电视机挥舞拳头，它就会成为我们的陪练，并对我们的出拳路径和力道做出判断，从而给出数据反馈。当然，我们的智能健身教练不仅有严格指导的一面，它还有辅助娱乐的功能。当我们将运动手环的芯片拆下，安装到跳舞毯的接口上，它就化身为跳舞机，让我们在家也能找到健身游戏的乐趣。智能健身教练让我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家就能完成标准的健身动作，达到科学健身的目的。未来，当智能健身教练拥有更强的互动能力，它一定会科学地帮助我们完成更多健身计划。